第一次见到夏子的时候，他正在打球，打得很好。他那厉害的球啊，好像故意刁难似的，尽打对方的空当。说起来，那一天是我一切的开始，他改变了我。对不起，太高了。可以说，我是在寻求有年轻姑娘的环境。不过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好像在我心里，就只等待着夏子了。你好。你好啊。你好。我倒不是跟我说呢。为什么？我当你不记得我了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正好到这附近来。上一次招待的太好了。要谢谢您呢。我还带着呢。真是的，这么个小玩意儿。想来看看您做什么工作。我的工作可以看看吗？啊，不过没什么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啊，没有意思的工作您怎么那么热衷呢？啊，我有兴趣。给您添麻烦吗？不，那倒不是。那为什么？水族馆您去看过吗？好，我陪您去。啊，好极了。可是好像看不起我似的。看不起您？我想看看您的工作，可您给我看鱼，是不是想混过去？说这种话的人是不会理解我的工作的，除非是看了这些鱼能够忘记一切的人，才能理解我工作的乐趣。种族歧视。您在制药公司研究室工作？是的。野岛告诉我的，真没想到。不过还只是给人跑跑腿儿。他们说大学毕业还没有多大用处，让我每周再去进修三天。专业是什么？恐怕您不会感兴趣吧。您是报复。不过啊，看您现在这样，真想象不出您在研究室是什么样子。我倒希望人家能够这样。穿白工作衣吧。对，穿白工作衣。我就要到青森县的八户去，要去很久。你是想逃避我吗？是的。那就是说你很喜欢我，所以才逃避我是吗？不是我自己觉得怎么样，我就是想知道你的真心。我喜欢你。爱情是怎么来临的？是像灿烂的阳光，是像纷飞的花瓣，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？也许我被非常平凡的事所感动，我真没想到跟一个人认识了，会在我面前展现了这么一个崭新的世界。不但认识那么多人，而且还成了亲戚，跟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。一下子同那么多人见面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好了。在乡下说来都来了。
这个地方也一样啊，脚管这地方过去连听也没听说过，现在也变得这样亲近了，就是将来回到东京以后，我也会怀念这地方。这可不像你呀、啊、真的吗？这么淳朴，真得瞧瞧你。瞧瞧什么样？像个温顺淳朴的妻子吗？看不出来。可是我现在的心情倒挺纯的，真想拥抱你。就在这儿。亲爱的熊二，这是我从东京给你写的第一封信，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，可是已经约好了不打，所以只好忍着。正像你说的，如果能打电话，那就会天天打的。就像老年人许愿常常要忌讳茶那样，为了我们俩未来的幸福，我也克制一下听你的声音。谢谢你的来信，工作刚开始，所以很忙。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海底调查，准备陈放人造岩礁，可是到了晚上就只想着你。到了晚上才想，我可是从早到晚都想着你呢。你这个鱼迷，今后为了这千千万万条鱼，我得吃多少醋啊。我真后悔在盛港车站同你分别，不是后悔那样的分别。开往东京方向的快车就要开车了，请送客的人马上离开车厢，列车就要开了。好，每天来信，多保重啊。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发电车站。我为什么那么轻易地跟你分别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管他是月台还是什么地方，当时我为什么没有紧紧地拥抱你？为这件事，我不知道后悔过多少次。我为了发展 K 一撇202，引入陆原子合成衍生物，这个改良九号就要完成了。我这样说，恐怕你也不懂吧。今天没有接到你的信，是送信的没送来，还是你太无情了？你只要稍微想一想就能理解，当我从船上回来发现没有你的信，我是多么失望，多么沮丧啊。还有一个月21天呢。爱情是怎样来临的？是像灿烂的阳光，是像纷飞的花瓣，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？爱情像暴风雨一样，下次你我都无法抗拒。但是想到现在的幸福，我对野岛总感到内疚。从现在起还有一个月13天，时间过得多慢呢。还有一个月10天，还有一个月8天，还有一个月6天了，还有一个月3天、啊、怎么这么长啊？叫我怎么办呢？还有一个月02天呢，那么多的日子简直要昏过去了，恨不得马上就飞到你那儿去，真的不能去了。对了，快来吧，立刻就来吧，到机场去，接他一架飞机，一直飞到八户机场来吧。决定不来了。
我忍耐着，好让我们在东京相逢的喜悦增加十倍、一百倍。再说，正好我们的研究项目就要完成了，在结婚之前，如果这一研究能成功的话，我在婚礼上该是多么得意呀！夏子，我到石河田湖研究所去了两天，拜访了老前辈，真美呀！在一个个美丽的风景里，似乎都有你的身影，连我自己都奇怪，你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。不论看什么，不论走到哪儿，总是感到你和我在一起。结婚以后，我们俩再一块儿到这儿来。谈来谈去，谈的只是我们俩的事，谈我们的爱，我们的梦，我们的明天。真的可以这样吗？到现在，你怎么还在提野岛的事？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？要是我失去了你，叫我怎么生活下去呢？爱情也许本来就是丑恶的，它不管别人的不幸，只要自己幸福就行了。我还是要说，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？确实如此，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？好不容易剩十天了，我从心里盼着你回来。你怎么会这样温柔？是把锋芒藏起来了？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像个骄傲任性的小姐。我变了，由于你的缘故，我变了。夏子，真想见你，真是想见你呀！我要清清楚楚地写在信上，我爱你，爱你，爱你呀！我们两个人，在这么多人中间的两个人的结合，是件那么不容易的事，这我还从来没想到过。终于只剩两天了，这是最后的一封信，我再也不愿意写信了，真的不愿意。我等待着有声音、有眼睛、有脚、有手的你早些回来。一个骄傲的小姑娘变得温顺了，我不想破坏现在的幸福，不敢得罪上天，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你归来。今时夏子死于爆炸事故，今晨十时夏子死于爆炸事故。